好，我们先来讲阳科的做法。那阳科的做法呢，我们一样把刚刚的素材导入进来。好，刚刚 DXF 的档案。好，那如果你要做阳科，就是背景的部分要拿，要雕刻，要挖进去。那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文字选起来。我们先做一个群组的动作。好，因为等一下要做水平翻转跟对齐，所以你的东西必须是同一件东西，不然它会乱掉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群组。群组好之后呢，再点选一次，做一下水平镜像翻转，在左手边，这里有一个水平镜像翻转。好，点下去之后，它就水平就翻过来了哈，变成镜像文字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希望，哎，这两个东西哈，这两个东西要雕背景嘛哈，所以然后文字不要雕，那所以我们把两个东西全部选起来，直接选雕刻，好，它就会直接把你的这个文字变成没有雕刻的状态，然后底板哈，你的背景变成雕刻的状态。好，那这样子不够哈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框，还需要一个框。那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外面这个正方形，我们选到外面的正方形，把它编辑、复制，再编辑、粘贴，再多一个正方形。好，那这个正方形呢，我们把它稍微扩大一下，作为外框，或者是把里面这个正方形稍微缩小一点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正方形呢。好，你滑鼠停在角落的灰色方块，然后按键盘的 Shift 稍微往外拉一点，啊，它可以规则就是等比例的放大，好，要按着 Shift 哈，好，那里面这个框呢，你可以稍微往里面拉，里面推一点，啊，也是 Shift 按着往里面推，好。那等一下，所以等一下这个外框放进来的时候会变成这样。那不过这个外框呢是我们要切掉的部分，所以外框你要选成黑色，好，选成黑色。好，所以里面现在会变成这样子哦。这里被挖掉的部分会是里面文字后面的背景。好，那这个黑色是切下来的部分，那所以白色的地方就是盖印章会盖出来的红色的部分啊，所以这个叫做阳科。那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对齐，所以它有点歪七扭八，所以我们把它选起来，全部选起来。这里有一个上下对齐，这里有一个左右对齐。好，下一步哈。我们要来检查一下这个，我们在做印章的大小，好，我们的大小是两公分乘两公分。那现在这一个图呢，很明显不是两公分乘两公分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全部选起来，然后在这里把它改成20×20，好，这样才是两公分乘两公分。那最后一件事哈，各位不要忘记，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。文字不能群组，好，文字在最后要输出列印的时候不能群组，好，所以你如果确定这样 OK 了，你就要把它解散群组。所以编辑这里有一个文字要解散群组，这样等一下才印得出来。那另外提醒各位一点哈，如果你这个边框太细，边框太细呢，印出来呢会很容易断，因为雷切切这个线的时候，它会把旁边的范围也烧掉一点点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把这个边框稍微留宽一点哈。好，那可以，所以你可以再稍微做一点调整。好，里面这个缩小一点，或者外面这个再放大一点。那如果你有缩小放大，你都要再重新的对齐一遍。那还是一样要记得你的字。你的字如果没有群组起来，对齐它会跑掉，所以我们把字全部选起来，编辑群组，
群组一下，再来做全部的对齐。好，确定可以的话，确定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再把你的字选起来，解散群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的这设计的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为止哈。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音科怎么做哈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这个设计好大小的这个印章的部分，那我们把里面这两个，好，里面这两个直接复制，然后到旁边贴上。好，这两个东西呢，好，复制贴上就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外面这个框变成切割，所以我们选一下外面这个框，把它选成黑色。好，你选成黑色之后，里面原本背景雕刻的就会翻转，变成文字是这个雕刻进去的。好，那这个就会变成是阴刻的印章。不过这个呢，因为尺寸就变小了哈，所以我们要稍微修改一下。你再全部选起来，然后呢，尺寸再改一下，20×20。好，那这边要注意的是说，如果说你的老师印的 3D 的印章的印身，它的里面那个框，它设计的时候刚好是2公分的话，那我会建议你这个印章的大小，好，要比2公分稍微小一点点，所以大概是 19.6。好，这样子比较容易塞得进去，好，比较容易塞得进去，所以你可以稍微改一下，跟老师确定一下它的你的印章的尺寸，好，它的那个框框，好，要稍微比老师提供 3D 列印的印章的那个洞要稍微小一点点。好，那当你阳科阴科做好了之后，好，做好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指定那个绿色，这边就会有雕刻跟切割的部分嘛，那上次有提到说切割要放在后面，所以如果你的切割的部分是在前面的，那就请你记得要调整一下，要调整，把黑色往下拉，好，变成绿色在上面。好，然后在扫描的部分呢，这个部分我们这边的功率跟速度，好，扫描部分因为印章要稍微挖进去一点，它不是表面稍微雕刻掉就好，它要有一个深度哈，那个印泥才不会被印出来会比较漂亮，所以我们把上次是300，那我们这一次把速度就降到100，好，然后功率用30，好，这个是雕刻的部分。那切割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用的是5mm 的原木，好，所以你的功率设60，但是你的速度降到15，这样子就可以切穿，好，就可以切穿。那如果你们老师给你们的木头比较好的话，好像那个块木，如果是块木的话，可能功率要更大，速度要更慢一点。好，好，这个是功率的设定。那设定好之后呢，一样哈，如果你这个档案要做修改，我们就直接按另存新，另存为，然后给一个它是 RLD 的档案，然后把这个印章的档案就存起来。那如果你要下载列印，你要直接拿到雷切机上面去做列印呢，一样把你的随身碟插进去，然后直接按保存为脱机文件，选到你的随身碟，好，给它一个名字，好，记得哈，不要有中文或者奇怪的符号，8个字以内，按存档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档案拿去雷切机那边做列印了。
好，以上是印章部分的设计教学。